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澳洲中文教育学院的啾啾老师。Hello everybody, this is Joe from Mamiya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爸爸变成了什么？爸爸变成了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看爸爸变成了什么。哇，格子！你看，这是小女孩 Phoebe。Phoebe 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了。Phoebe 说：“爸爸，你今天变成了什么？”爸爸变成了大象，爸爸变成了大象，长长的鼻子。接下来呢？爸爸变成了什么？爸爸变成了兔子，用袜子做的耳朵。爸爸变成了兔子，兔子，你看菲比也变成了兔子。这里呢？爸爸变成了什么？哦，你看菲比生气了。爸爸变成了骆驼，有个小鼓包了。爸爸变成了骆驼，看，接下来呢？爸爸变成了什么？咚咚咚！爸爸变成了袋鼠，爸爸变成了袋鼠。接下来呢？爸爸又变成什么？呜，有漂亮尾巴的，爸爸变成了孔雀。爸爸变成了孔雀，接下来呢？爸爸哦，爸爸睡觉，爸爸睡觉的时候变成了什么？爸爸变成了乌龟，有个龟壳啦，这是个锅子。爸爸变成了乌龟，接下来呢？爸爸又变成了什么？哦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妈妈的梳子。爸爸变成了。谁身上有刺的啊？刺猬，爸爸变成了刺猬。爸爸这里又变成了什么？身上有棉花团做的什么？爸爸变成了绵羊，爸爸变成了绵羊，爸爸变成了绵羊。这个呢？爸爸变成了什么？我一条腿，两条腿，三条腿，四条腿，五条腿，六条腿，七条腿，八条腿。爸爸变成了章鱼，爸爸变成了章鱼。接下来呢？爸爸变成了什么？爸爸变成了螃蟹。你看，钳子，钳子，啊啊啊啊！爸爸变成了螃蟹，爸爸变成了螃蟹。这个呢，爸爸又变成了什么？有两个脚的，爸爸变成了驯鹿，爸爸变成了驯鹿，你看驯鹿的脚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你看，爸爸变成了狮子，爸爸变成了狮子。哇，好可怕，菲比哭了。接下来呢？爸爸变成了什么？哦，身上有小点点的，会飞的是什么？爸爸变成了瓢虫，爸爸变成了瓢虫。最后一个呢？爸爸变成了什么？爸爸变成了小猪，爸爸变成了小猪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你想一想，爸爸一共变成了哪些动物呢？好，今天就到这了，再见。